就是工作，以你那种工作，这两台是怎样啊？两台是相亲相爱哦。干这这样也可以，靠腰嘞。两台麦克都没有包包包吗？都没有滴滴滴吗？到底在干嘛？哦，老六哎，鬼！啊，这样谁对谁错？不要两个都在麦克啊，我们做证人，快点。两个都没有，两个都有错。哦，这个录，这个应该录得很清楚哦。这个两个都有错哦，不要在那边赔赔赔哦。靠腰嘞！想凹我，我看那个白色车子想要叫 BMW 赔哦。明明你也有在巴库哦。他的那 BMW 有什么没事？他的装备就刚刚是这样。BMW 有事啊，都伤了、啊。他们两个都有在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两个一起退，一起退。哎、所以不能帅谁，这个两个都有问题。还是你要去留电话，等下传行政去给他们。这台宾士超帅的双门跑车型，结果我刚刚一个转头看到车主下车，他现在回来了，来我们即将揭晓，很夸张，车主是一个阿嬷，什么意思？阿嬷很酷哎，直接给我拍宾士双门跑车型哎，哎真的啊，大家跟上好不好？跟上。Moments later， 妈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为什么自己骑走了？卡币，啊，卡币，我没有上车。这个哪好骑啊？我跑在你后边嘞。今天还好啊，你是骑得快的呀。我没有车。你是骑多久才发现我没有在后面？爸爸的鬼物件，你叫我大，你叫我大声什么鬼？你我看爸爸的鬼啦！啊！笑袂煞。先去买，小心。老板来啊！你他妈是安怎？这哦，爸爸的鬼物件，你叫我大。你今日大声什么鬼？你是对还是不对？你先听我讲，我爸爸的鬼，阿拉袂鬼，阿拉袂鬼。我爸爸袂啦，我的鬼啦。啊？妈，我都是太太的滚蛋，我的鬼啦。阿啥袂鬼？阿唔是要讲？妈。啊？我想啊。你妈听不到。我听不到，啥鬼？你今日大声什么鬼？你袂大声的。你大声啊，妖怪啊！啊！你笑袂煞？先去买，小心点。